这就不舒服。啊，那个大石块太大了啊，太大了，所以非得啊，有点摇摇晃晃的啊，摇摇晃晃的，非得摇摇晃晃的，那个下面形成的缝也是摇摇晃晃的，缝形成的摇摇晃晃的，缝里被卷的人也是摇摇晃晃的，也是摇摇晃，整个都摇摇晃晃的，所以现在感应到的头里不舒服就是那个，非得太里边的东西太重了啊，所以呢，非得就非得那个摇摇晃晃，里边脏的东西太多了。然后形成的缝也摇摇晃晃，缝里被卷起来的人也摇摇晃晃啊，整个都摇摇晃晃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还好，稍微坚持一下，他歇户了一口就好了啊，歇户一口就好了。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